地下墓穴入口。我还没找到其他古墓欸，这边的古墓已经完成了。这边没有古墓，干土超大，百分之百没有古墓，古墓应该还在前面一点才会有。这里也没有古墓，结束了古墓，古墓，这里也没有古墓。好，看来就真的是那里了。我们左边已获得计划生变套件，我没有钱呐、啊。哦，走这里。父亲的遗产，下次可以直播第五人格吗？我没有玩过那游戏耶，所以我不知道嘞。再说吧，我下次要直播是《侏罗纪世纪》进化。不死之身本身就是一个诅咒。发光物，不死之身其实也没有很好吧，因为你不死之身到后面大家都生老病死了，只有你一个来活着，这样子也会比较好吗？先用一下，往这边射看看。我是不是想的太天真了呢？跳不过去，好累啊！为什么很累？怎么了？一次可以发两只。差一点没跳上去，吓死了。这种箭矢没有射好，就是直接 GG 啊！我跟你讲，好了，我觉得我要 GG 了，射不到。Oh no！ 这样子，我操！有。Nice， 太棒了！上面要怎么过啊？快！没关系，你可以 GG 的。不要，我不想。我是一个不会 GG 的男人。谁都别想让我 GG， 谁都别想。真是惊人！雅各，我要进去了。结果马上摔死，不会啦。我们在好几世纪前把入口封住之后，就没人进去过了。里面应该是安全的，到太阳系移之前不会有危险。它是观测站里的设施吗？没错，它是由我们的天文学家在不死军团淹没古城前打造的。你必须靠它来开启前往基特城的入口。待会的敌人应该不会是人类了。这次应该很可以确定的，绝对不会是人类了，是不死军团，会不会跟第一部曲的时候是一样的？打到后面全部都在打鬼啊！我觉得第一部曲找那什么悲鸣乎的时候啊，悲鸣乎嘛，那就悲鸣乎有鬼魂啊，对不对？那打到后面都在打鬼魂啊。我猜啊，搞不好这三部曲也是啊。搞到后面又不是打人类了，打鬼啊！同一个流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骷髅战士啊，女主太强。来看看这东西是如何运作的。这东西是怎么运作啊？哦，可不想死啊！拉绳子。
然后这样我就跳了过去嘛。啊！太早跳了啦！看，再拉一次。可恶！这不能拉，这可以拉野，拉我不管。我看到我什么都我都想拉，我也想要拉。我觉得我觉得我要拉错了。哦，好险！上个厕所回来就听到啊！我怕，吓死人了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怎么会跳歪嘞？哎呦，直接从这里开始啊！不是这样跳吗？不然嘞，不是这样跳吗？马啾！对哦，哦，最后一个古墓原来在这里啊、哦！太棒了，这样我所有古墓的那个条件都达成了。一份手抄本。内容是关于拜占庭研发的进阶攻术，正统训练将不需抽出剑带的快速射击提升为三支。哦哟，试试看。对哦，多射一次这样子。这要怎么过啊？这边先来铺一下路哈。有，会断掉。这边只能放两只而已。哦，好险，我上来了。终生，我很老头，你玩什么游戏啊？我玩《古墓奇兵崛起》。冰河上方的山上，可以看见圣三一吗？可以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现在要进入古城了，索菲亚，别太早向他们发动攻击。索菲亚，我们会再等一段时间，稍后再跟你联系。这种不能捡。哎，这不能捡呢。哦，可以。他已通过俄罗斯人的土地。摔死游戏，不要讲这么直接嘛，要婉转一点，修饰一点，要说古墓奇兵摔死之旅，好吧？下面是不是有路啊？有点怀疑耶。怎么可能拉不到？哦，有了！跳楼游戏，估计其他玩家都是摔死的。哎呦，死亡战士出现了，死亡军团。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脸，我完全看不清楚他们的脸。
爸爸逼了，爸爸逼爸爸逼逼。逼爸逼爸爸逼逼。麦当劳，他们刚刚讲麦当劳。哎呦，麦当劳，他们肚子饿想吃麦当劳。哦。啊？我要怎么做？我用移动的方式啊。哦。麦当劳。面具拿下来，全部都是小鲜肉。这时你们就为之疯狂了。哇，是小鲜肉！要睡了，晚安，晚安。现在几点了？啊干！我在冲啥？哇，要十一点了，今天没办法破完了，可恶！可能要把它拖到明天了，可能要拖到明天了，要十一点了。干，我拉不到。这要抓他的嘴唇啊 ！Fuck！ 这么近的地方居然勾不到。熬夜，我还不知道他快不快完结啊。如果快要完结，我是可以稍微熬一下啦。但是没有那么快完结，我觉得熬夜太累了，不如就等明天再破好了。干啥小啊？不是这样跳吗？哎？你打得两小时就可以破了，还要两小时？好，粉身碎骨，一定粉身碎骨啊！这么高的地方下去，你还不粉身碎骨，你就是神了。其实这是一款跑酷游戏，只要往这边爬，所以我没有跳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哦，到底这样才算跳好？要按左边呢，还是按左上呢？答案是左上，一起按。太苦太狗了吧！你不按左上，你就只准备摔死了。太令我生气了！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呢？稳定度。罗拉说：“玩家没玩我了。”哎呀。它有一些设定不是很好啊，那个角度没瞧好，难搞啊。哎，要十一点啦，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啦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九月份出的要先玩哪一款哦？我忘记九月份有出什么游戏来说真的。Becky 啊，好的。我们今天呢，现在的我们的游戏进度是60%，
啊，应该是没有意外，今天就可以把它过完了，太棒了！明天还会有影片啦、啊、最近侏罗纪公园持续在更新当中，所以说不用担心会没有。啊，电竞玩出了心得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啊，这就是亡灵大军。我突然感觉有点像荣耀战魂，有没有？他们的数量真多。我声音怎么变那么大声？我的英雄学院要出电影了，我知道你们现在说了什么，我全部都知道。啊，你们所关注的，我全部都知道。我连你们下一期乐透号码几号我都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我是先知，就跟雅各一样。东西，哎呀，还有尸体哎，冷冻肉。我将把这些记录留给那些跟随我脚步之人。我的伤势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这是骷髅魔法使的骷髅牌吗？看来是不会好了。好哦，捡了一包骷髅牌，到时候就要变成骷髅魔法使了。进入隐秘的都市，各种存档点哎。好啦，全部学完啦。想说去买个晚餐就回来，看到你就开台呀、yeah！ 最近很勤劳开台有没有？啊，你突然觉得老头变勤劳了。我跟你讲，不久的将来你会看到老头更勤劳的开台，因为有太多游戏要玩了。伸肢型动作痕，什么伸肢型动作痕？他的衣服为什么穿越来越少了？没有，因为我给他换 skin 啊，我觉得这套蛮好看的啊，所以我就换这一套了。战斗术装，为什么够不到啊？真是，这时候，哇，哦，他们是不是有肉身啊？对，他们是有肉身的啊！啊，不是说亡灵战士是骷髅军团吗？怎么他们有肉啊？不是照理来说应该就是骷髅头的样子吗？骨瘦如柴这样子，不会嘞。哎呦喂呀！你瞬间移动哦，大哥！哇，会瞬移呀、啊！快加爆！哦！哇塞！直接变一团火消失！哦，来！慢！No！啊，你们是有病是不是？啊！砍死你！你被还不砍死你！我靠嘞！嘣！太紧凑了吧？我都还没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好笑啊！哇！太快啦！打不完，那血超厚的这些。等下，这个是打不完的意思吗？哦，下杠哦！哇，又来！呜啦！别！这亡灵军团的血超厚的、啊，怎么厚啊？
上面有没有东西，搜刮一下。敌人在后面还捡，贪吃啊，我就爱捡啊。捡好捡满，哇！专业捡垃圾，拜托，我还录不到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他们死掉变成包包哎、欸！这是 PUBG 吗？死掉变成包包这样子。这是我的队友，然后一个包包的样子有没有？就是把它射下来这样。在这边。这是 ARK， 食肉龙要分开，不然会打架、哦，是吗？没关系啊，我想看他们打架啊，打完再分开，有没有？啊，观众不是很喜欢看恐龙打架吗？让我们打一打、啊，打完再分开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劝架有没有？劝世一哥出来劝世了，然后就把他们分开这样。哇塞，蓝色火焰！我觉得这一边超像荣耀战魂的、啊。我家。袭内，呜，射头头，哎、欸，还会闪呢、欸，很强哦。走这里，射得好 ，nice shot。嗯，原来在这里啊。还有吗？罗拉孤身一人对抗死亡大军、亡灵大军，居然还这样子完好如初，没有任何一点损伤，有没有？全部都功亏于老头的专业技术，是不是？把游客围住，里面放两头食肉龙，不行啊！这样子我们的那家公园就要倒啦、啊，没人要来了。而且话说，我后来又回去上那个侏罗纪世界啊，进去啊，已经开放第二个岛屿了。所以说下一集没有，下一集啦，礼拜一的那一集，下礼拜一应该没有意外，也、欸、没有礼拜日那一集没有意外，应该会去第二张图了。我曾有一年的时间，应该啦，啊、哦，应该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。我们已告知住在。好。哦，这里没路。江西南。超大只的鱼，你也要我有取得 DNA 才能养啊！你不知道那些东西都要获取 DNA 样本才有办法养殖出来吗？而且 DNA 样本要获取到 50%， 你才可以养殖吗？对不对？怎么讲的好像你用说的马上就可以养出来的感觉？啊，这里要怎么做啊？把它扯下来，不对吧？
斗这一条啊，前面。不过我看到这边有东西，这边的后面。这东西，似乎特别古怪。呵呵，少一只手。拥有斯基泰文化的设计员。买 PS4 比较好还是 PS3？ 当然是 PS4 啊 ，PS3 都落后十几年了。这个就感觉就问我说，你要买折叠手机还是买？你要买，就是感觉像是你在问我说，你要买智慧型手机还是要买 BB Call， 哪一个比较好？而且现在 PS3 你也不可能买得到了啊，除非你买二手的啊。而且 PS3 已经没有再出游戏了呢，已经停产了。对于一个已经停产游戏的主机，你会想要买它吗？不如去买 PS4 吧。当然是 PS4 啊。一个都没有，已经都停止在开发的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再买 PS3 啊？而且 PS4 现在也不贵啊，10000多块，15000以内绝对有。哇 ！Oh my god！ 哦，手骨折了。哎呦！哇，这下面都被冰住了。被冰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到失落之城了。毒箭矢，为什么我们毒箭矢可以做八支啊？怎么那么多？没关系，反正有就做。任天堂 Switch， 任天堂 Switch 有出神奇宝贝，我有点想要玩神奇宝贝。罗拉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穿过冰层。我到时候应该会直播吧？有敌人吗？只是会不会中版权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争取一些时间，我们另一边见。任天堂 Switch 有这款游戏哦，真的假的？有 NS 版本的，我都不知道哎。灵魂之室，灵魂之室，神圣之渊一定就在那里。哎呦，我们到了哦。看来城市中心就在那道闸门的后方。